为喜欢的人做饭稍微麻烦一点，怎么了？火锅底料可是个好东西，加入番茄可以让整锅的味道更浓郁更融合。蓝莓打底，倒出汁水，最后倒入透明的气泡水，再来点自己喜欢的配菜，喜欢吃香菜的一定要多加一点。这样的一锅你们能吃几碗米饭呢？鸡肉吃完了还可以当成火锅涮着吃，大冬天果然还是要来点热乎的。